师，2024年是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位要告诉我们？2024年呢，我们叫做九紫离火。九紫离火的话，最旺叫。这边呢，放个紫金洞，放个聚宝盆是最好的。紫金洞聚宝盆可以旺20年。20年，快来娱乐小哥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喽！